操！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直播伴侣又崩溃了。我搞不懂因为什么又崩溃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你看，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对不对？都是极品，我得把它重开一下。你们准备好没？First blood。 啊，你们准备好没？全军出击！直播伴侣又崩溃了，没准备好，没准备好也不行了，我走了啊！我们倒数五个数吧，五、四。三，我 ，Miss， 怎么可能？回来了，好没？关山的时候，要不要我等你一会儿？真抱歉，少爷，露一下。直播有延迟，潘森上哪去了？潘森没在这点他呀。脚印还很新，我们升二了。我们这得闪了，这这不闪不行。坏人总是不闪，容易让他点死，点不过他。让女警，那让那个秦警上去耗血吧。我们把兵线推过去就好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升二了，没想到奥比亚马也升二了，让秦警耗血。这回就可以打了，我们升三了，往自己脚底下放夹。盘不太够了，哎呀，这个扣没扣出来，有点可惜了。这个夹放在这里啊，是可以挡他们视野的。赶紧让我杀个人吧，这样我气定神闲就可以发挥作用了。那这也行啊，那潘森能把女警E给打断了，我操！再爬起来干嘛？哎，你要说个击飞击退技能，这倒也行。为啥潘森能把女警E给断了呢？没搞懂。潘森按道理来讲是不能打断位移技能的，这属于一个怎么说，一个小眩晕吧？怎么能把我E给我打断了呢？别被抄了后路啊！爆头！我先不能给我打断呢，天哪！这也能给断着，这是不是没想到。我要知道他能断我，我高低不让他踩。见识一下法律的子弹。别给我补刀行不行？真抱歉少年，我把真皮手套放在家里。咱能不能别乱 A？ 真的，我要知道他能打断我技能，我这高低不带让他 A 着我的。
不让他踩着我，我绝对把距离给他把握的足足的。我往自己脚底下放个夹，我看他敢不敢上来。我操，这是这英雄的虚区，哎呀，这英雄的虚区确实是有点猛，这虚区有点不讲道理，太不讲道理了，这潘森。行，俺们家的组合有点弱，没有反手技能，而且俩人都他妈贼脆。这琴女太弱了，上来点我一点办法没有，我给人刮杀，人家给我秒杀。来个人，比如说奥纳夫啥的。有谁不喜欢被枪指着？来个人，哎呦，通通通，等我把兵推进去啊。你俩是不没死过？我这升六不给你把俩枪毙了？75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闪现上去 A 这个潘森，我其实容易死。他如果反应快点，我就死了。脚印还很新鲜，还有加血，不行，不能上刚才，给我砍死他！奥纳夫，撇他漂亮，奥纳夫。我们的勾引成功，要奥纳夫双杀了。别被抄了后路啊！别打 AD，AD 吃熟练度，这跟熟练度有啥关系？你说他选个琴女，俺们女警加琴女，打个潘森加奥比亚马，我操，我都还不了手都。我就选个啥 AD 他也还不了手，除非我还选个 EZ 行，我选个 EZ 我死不了，我搁那慢慢抠，都啥年代了还琴女辅助啊。抱歉少年，我把真皮口号那潘森上屁股坐坐谁谁死，你是他不根本不用操作，没有操作，对面不用操作。完了，你说他一个人他也不上去大去，你说我咋跟他配合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你是
反正在ADC他也不容易啊，这容易吗？你说你这大他，我放个夹是不是？你大他呀！ 你大呢？你会放大不？你没有大招，你没学是吧？你是不是没学 R 技能？打算摊牌了吗？ 这咋整啊？这他学了，他学 R 了，我最起码我知道他学技学 R 了，行不行？ 来了个嘎里奥啊！我天哪！最起码他让我得知他学了 R 技能，他成功了。这把得来蓝切，不能出无尽了。这把出无尽太难打了。 后边怎么能出来个嘎里奥呢？传送过来的，传送过来的，没看着后边 TP 吗？没看见，我看见了，我还能死这儿了吗？我就不会死了。让子弹飞。有时不喜欢被枪指着。 没有大，等一会儿稍微可以打这波，这波可以打。你说你都往草丛里插个眼儿是不是？也不插眼儿。别怕，别怕，这回可以打了。他俩秒不了我们俩了，已经秒不掉。那奥比亚马没有多少血，他秒你，我杀他。他秒我，你打他俩就完事了。 你没用，杀俩还可以接受这波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还行，可以接受啊！我们这波不亏，对面来了俩，来了三个人，还杀俩，行。你看现在潘森没有E了，你就。 他一个人上来就直接大他就可以，直接给他放个大，他就死了，挺好的。你看，咱们先把下路塔给他拆了啊！拆完以后我们就团去。这把我的虚狙环境还可以吧？虽然阿卡丽有点无敌了，阿卡丽，但虚狙环境也还行。 有前排，前面有人给我顶着，该回家了，上高地了，都，快点，都上高地了。我先甩个大，告诉他们，警告他们一波，别再推了，好吧？不要再推了，我看谁还敢推。 我拿个甲封路，门线往里进，红有没有？来个红。阿卡丽可太猛了。 感谢伊皮什么特森特的这个兄弟的大飞机啊！谢谢老板的飞机。怪人总是太多，他们家肯定有人儿。 用完快走，快走！来人了！这还不跑？回家！我们火炮了。完了，这仨人指定死的老惨了。这三个人指定死的老惨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要写个惨字。 肯定是惨到不行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啊！ 后边不管，哎，就他妈追我，能给你气死！哎，太难打了。哎呦，我这好大！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大夫，给我写个惨字，这阿卡丽太。 太猛了，这太猛了，就往脸上穿呐！这一顿往脸上穿也没办法。走，上路收波兵。我，呀。 哎，这操了，这电脑问题。
这绝对有问题！我刚才补刀，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不太得劲儿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不暴击，我佛了！不是那么稳定啊，有时候暴击，有时候不暴击的。走高地来。他们俩去中了。阿卡丽。兄弟们，我已经给你们截住他了。啊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操了！实在是不让人活呀！我一顿操作呀，我给他一顿操作，你们看见没？看没看见？我给他一顿操作，我给他操作完了都，我给操作坏了，怎么样的？他啪嚓一个闪现，我没了。两条龙，他们不会要打大龙吧？嗯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王力插眼儿啊，给我视野，奥拉夫，奥拉夫给我抢了这条龙，给我抢了，给我闪，漂亮，奥大夫，这要是辅助不会玩啊，这 ADC 是真难玩，哎，确实是有点难搞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往里插眼，我没有视野，我点不着人。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奥达夫把龙抢了，琴女姐姐，打起来，记得草丛里。插眼，我 A 不出来。剑可以。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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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。哟，这都能踢到我，我这是属实是没看懂啊。阿卡丽，阿卡丽。这人我是不是欠他钱？你说你们为了啥呀？我要发育贼好那也就算了，你说俺们598150刀，598150刀，你说给我这顿杀呀，我的天哪。没吃最后一片了，没了，昨天晚上忘吃了。没错，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这没一天吃三遍，一天吃十遍，没一天吃十遍，一天吃三遍。收收兵吧。 这盘我们上单女警让人干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要玩一个上单维恩，来泄泄我的气，我要让 ADC 扬眉吐气。想看帽子戏法吗？ 枪毙！点点点！兄弟们，加油！ 看你能不能杀得了？ ADC 属实是太难玩了，我感觉。真的，这 ADC 确实难玩，尤其是低分段的 ADC 们。我今天就要给这些 ADC 们一个抱抱，抱抱你们，兄弟们，我抱抱你们。 给你们一个波波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真难了。谢谢你们还在玩 ADC。 我 QQ 游戏呢？